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兄弟连细说 Linux 配套视频。我是沈超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白。屏幕上呢有沈超老师的个人微博，也有我们的交流论坛，大家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交流。哎，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请到小白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的 Linux 安装。为啥请小白呢？因为这一节课比较适合什么都不会的人。对，我就是。好吧。那么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讲解 Linux 软件包安装。那这节课我们讲解的内容是软件包的脚本安装方法。脚本安装，哎，超哥，嗯，这个什么是脚本安装啊？哎，什么是脚本安装呢？嗯，我们说啊，首先大家注意，嗯，是没有脚本安装这一种软件包的。在 Linux 当中，我们的软件包只有两种，一种是阿片包，也就是二进制包啊，这个我听说过。另外一种是源码包，也就是 Linux 当中最常见的源码包。但是这两种软件包啊，安起来都不太方便。我们虽然经过了事先的学习，经过了好几节课的学习，终于都讲完了。但是呢，这种两种包装起来都并不方便。所以呢，我们专门开发出来了另外一种包，这种包叫做脚本安装包。首先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是，脚本安装包不是独立的一种软件包类型。一般来讲，脚本安装包安装的都是源代码包。那为什么叫脚本安装包呢？很简单，安装过程，源码包的原先安装过程都是需要我们人为的一步一步来执行。比如说雅刚好飞个 make install， 非常繁琐，而且容易报错啊。对，那我们一些大牛或者说开发厂商，把安装过程他自己写成了自动化的安装过程，他写了一个安装脚本，我们只需要执行这个安装脚本，所有的安装过程就会自动执行。自动，哎，就有点类似于在我们 Windows 当中安装 QQ 了。安装哦 ，QQ 那种装置，哎，只要下一步选择安装位置，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安装。这个好啊！哎，那如果所有的包都变成这样的安装方法，嗯，那 Linux 的软件安装肯定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对对对，哎，当然这东西只是我们的一种一贯的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其实绝大多数包还都不是这样的。那在 Linux 当中，现在常见的脚本安装包主要是一些硬件的驱动，硬件的驱动在 Linux 当中安装起来比较困难。厂商呢，为了推广自己的硬件，所以呢，他针对 Linux 做了很多的这种安装脚本。这样的话，安装驱动会变得非常简单。但是个人软件包像这样的脚本包非常少。那这种包不是一个重点，但是我们通过它安装，它也非常简单。我们来学习一下它怎么装。这就是脚本安装哦。这个好简单是吧？是是，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就是福音呢。好吧，比较适合啊。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装一个硬件驱动，我们装一个叫做 WebMe 的这样一个软件。那这个软件呢，顾名思义是一个通过网页，也就是 Web 的方式来进行 Linux 系统管理的界面。哦，外包。哎，平常我们管理 Linux 界面都是通过这样的命令行。如果我对 Linux 非常不熟悉，是是，哎，那这些命令我可能很难记得清楚，对吧？对。而且呢，也很头疼，很痛苦。是。那为了缓解我们这种痛苦，初学者的痛苦，嗯，我们专门有这样的一种外部的图形管理界面，那可能就是初学者的福音了。是是，这个好。哎，那这种软件啊，它因为它是简化 Linux 操作的，所以它的安装过程也制作成了脚本安装过程，所以安装过程也变得非常简单。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的，那我们就开始装吧。好，哎，首先啊，我们要得到这个软件。那我们说啊，我们装的这个脚本安装包实际上是一个源码包。那这个源码包还是一样，要通过互联网下载。这里超哥已经给大家给了这个 Web 地址，我们打开这个 Web 网站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眼。好，稍等，这些网站都在国外，所以稍微有点慢。这里就有它各个版本的 WebMe 管理工具。随便找一个就可以。超哥这里下的是这个，超哥这里下的是这个 1.6.1 这个版本，不是用的最新的，不是用的最新的。没关系，我们说了服务器的软件不需要最新的，稳定就好，对吧？对，稳定就好。那好了，软件我们下载完成。那现在的问题还是一句话，我下载完了，把它下载到了 Windows 当中，我需要把它拷贝到 Linux 上。这个事儿我们讲过了，我们需要利用 WinSCP 这个第三方工具，双击它，打开，输入 Linux 的密码。密码，哎，
左边是 Windows， 右边是 Linux， 把 YMB 拖过来点复制，就可以把这个软件上传到 Linux 当中。当然我是事先把它已经通过网站下载到了 Windows 当中。对，下载下来了。对，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通过 Linux 当中直接下载。当然 Linux 当中直接下载的命令 wget 我们后续再讲，现在还没讲、那就先下了 Windows 当中，跟我一样 WSP 拷过来。拷过来。拷过来之后 ,LS 一看，好了 ,WebMe 就有了。哎，这里有我们刚刚上节课装的阿帕奇，我还没有删、放到这儿了。好了 ,WebMe 在这儿。那它首先是一个压缩包，那我们安装的步骤还是一样，跟安装源码包一样。首先应该是解压缩，解压缩进入解压缩目录。那么解压缩的命令是 tzxvf， 后面加这个压缩包名。压缩包名。回车即可。稍等片刻，时间有点长，原因这个东西比我们的阿帕奇大，统计一下它有多大。哎，大家会发现130兆。130兆。哎，早上的那个阿帕奇我们去装它的时候只有30多兆。那这个多了很多。是四倍还多。哎，但是我们安装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进入之后大家会发现这里面有它事先写好了安装的这种程序脚本。但是它跟我们的普通的源码包安装不一样，不再有 config 这个脚本这个命令。那我们只要执行它自带的这个安装脚本 setup.exe， 找找在哪儿。哎 ,setup.sh 啊，说顺嘴了。exe 了。exe 是我们 Windows 当中的执行脚本的后缀名。嗯。那 Linux 当中呢一般没有后缀名，但是一般的执行脚本以 .sh 结尾更加符合习惯。哦、那好了、那这个安装啊，它就跟我说在 Windows 当中安装 QQ 基本一样。执行安装脚本，回车，下一步，下一步即可。只是 Windows 的安装界面是图形的，它的下一步，下一步是拿鼠标点的。对，我们这儿呢是纯字符界面，是用命令行回车来点击下一步。但是总的来说，安装过程比我们前面讲的 RPM 包安装和源码包安装要简单的多。是，我们回车看看啊。好，首先问你，如你是否把你的 WebMe 安装在这个位置？那默认是装在 etc 下的 WebMe 当中，那这里我们说默认即可，不需要去改，直接回车。OK。问你把 WebMe 的日志是否装在 WA 下的 WebMe， 同样还是默认，就放在这儿。下一步看到了吗？摁回车，下一步。它这个 WebMe 是需要用破译语言支持的。Linux 我们安装的时候，默认破译语言已经装过了，它只是这里让你确认你把破译语言装哪了。那默认的情况下 ，破 就装在了这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回车它就可以找到，全都是回车。下一步看到了，然后它会帮我检测一下我当前的系统环境 ，3.0s 版本 6.3， 然后问你，你的 WebMe 装完之后，它默认会占用10000这个端口。哎，如果你觉得这个端口被别人占了，你不满意，可以换，只要不超过65535这个端口号就是可以用的。那默认这个10000就10000吧，就可以 okay， 直接回车，看全都默认，没有做任何修改。嗯，然后让你输入 WebMe 的管理员名称，默认是 admin。那这里也可以直接默认，或者哦，这里 n 推格键删，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种错误提示。很多用户以为是不能用退格键来这个删除，来说是我输错了，可能就得重来。不用啊，小心，超哥教大家一个技巧。摁住 Ctrl 加退格键就可以删。Ctrl 退格键。对 ，OK。然后输入我们的用户名，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啊，随便输123，再输一遍123。问你是否要保证你的 WebMe 开机自启动，跟 Apache 一样开机运行，开机启动，那 Y 就行了。这里有个报错，他的意思是说你的 Apache 没有开启 SSL 安全套接字功能，所以 WebMe 也不支持 SSL 的管理。那没有即没有，它不影响我们的使用。哦，不影响。对，不理它这个报错，我们打 Y。好了，现在所有的安装过程通过这个脚本自动执行，我们只要等待就可以。然后过了一会儿，看他说你可以访问本机的10000端口，然后就可以访问使用 WebMe。我们的安装过程已经完成。哦，这就完事了。哎，跟装 QQ 其实基本上一样，发现了。哦，是是。它要比我们的前面讲的 RPM 包安装和源码包安装要简单的多得多。哦。那现在这个软件装完之后是什么样呢？我们浏览器看一下。
输入我的 Linux 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IP 地址。然后输入冒号一万这个端口号。哦。回车就会出现登录界面。输入你刚刚自己设的用户名 admin。用户名、啊。密码是 123。点击登录就会登录我们的 Web 界面。只是默认这个界面是英文的，但是不用担心。WebM 现在它已经做得非常完善，所以啊，看只要点击 WebM， 在 Change Language， 在改变语言这里选择使用自定义语言，然后去找，下面会有中文简体中文简体，哎，选择它，然后点击 Make Change， 然后呢刷新一下，好了。整个外部界面全都这个管理界面变成了中文，我可以用它管理系统，比如说做磁盘配合，做用户和用户组管理，给我的系统定时任务做一个管理啊，等等等等，这些基本的常见管理都可以做到，甚至可以通过它给我的管理员改一下密码，看 change password， 找到 root， 给 root 定一个新的口令，哎，都是可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再去记一些非常繁琐的这种 Linux 管理命令啊，对，哎，包括我们常见的服务管理，比如说阿帕奇管理，哎，它的这个配置在这里都可以通过这种非常直观的图形化的工具来管理啊，这是非常非常方便，这真好好东西，比较适合小白，是，哎，对对对，适合我这样的就是什么也不会的，对 Linux 可能并不是太了解，是吧？对对对。但是我在这里，超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嗯，我们并不太推荐使用图形界面来管理 Linux， 所以呢，我们在授课当中，可能 WebM 只会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讲解的还是我们的纯命令行管理，命令行，哎，因为 Linux 我们考虑的是稳定和安全，而不是考虑易用性。对对对，那对服务器来讲，使用服务器的人员都应该是专业的工程师，对，所以我们不考虑应用性，是，哎，所以这里虽然大这个东西非常简单，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来研究它，自己其实很简单啊，不难，嗯，好了，那经过了我们这节课的学习，我们的 WebM 安装脚本安装就讲完了，讲完了吧，那我们的 Linux 到这里，嗯，Linux 当中的软件安装，所有的软件安装都讲完了，那超哥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 Linux 当中，软件包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源码包，嗯，另外一类是经过编译之后的二进制包，也就是 RPM 包。嗯，其中 RPM 包有两种安装方法，一种是用手工命令来安装，另外一种是用 YAM 在线安装。YAM 在线安装，手工命令安装，它的特点是所有的安装过程都自动进行。它的缺点是有依赖性的，这个严重的让人非常头疼的这样一个很难解决的这样一个，不算是错误，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吧。哎，但是 YAM 在线安装呢，它就是用来解决依赖性的。但是 YAM 安装也有一定的局限。首先，如果不是 PhantomS， 在其他的 Linux 当中，它认为 YAM 是售后服务，有可能会收费。其次 ，YAM 是没有一个这完整的查询命令的。如果要想查询，还是需要利用手工 RPM 包命令来查询，这是 RPM 包管理。接下来我们讲了源码包安装，源码包的安装是这样的，如果它不报错，它反而更加简单，只需要经过三步，编译前准备，编译，编辑安装就可完成。哎，接下来我们讲了一个不太常见的包类型，其实不算是单独的包类型，就是今天讲的这种脚本安装，这种安装过程非常简单啊，大家知道有这样的类型，以后碰到的话，这样如果所有的包都是这样，那当然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对对。好，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再见。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 学习的问题，可以登录兄弟连官方论坛，你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如果你想获取 Linux 的更多学习资料，请关注汽车 Linux 微信公众账号，你就可以找到我。